吴大强、李佳、刘可三位中声歌手呢日去到船上登台，同粉丝们一齐游船河，食下蒲飞，唱下歌仔咁。三位更对粉丝们自拍，握手要求来者不拒，令现场气氛高涨热闹啊！中声歌手周不时都会在船上会粉丝，再次参加这个登台活动的大强和佳佳都特别开心啊！其实我们上次上来可能都是今年的年头，所以今次又可以上来觉得很有趣咯，很开心。那个季节又不同，整件事的感觉都不同。跟着今天跳船呢又是特别一点，我觉得大一点，大一点 grand 一点。我觉得我今天穿了中四衫又很衬啦，好开心啊！你们呢？OK 啊，因為都係我，因為我係第一次上上呢只船，咁啊想哦，咁啊有 fans 或者有其他朋友一齊上嚟，我諗都係一件好玩嘅事啊，因為等陣條船會開出去繞呢個維港一圈噶嘛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我以為停喺度嘅，跟住有得食，又有得聽，又有得同我哋大家一齊玩，同埋有得睇相上邊係啊，有得睇風景嘅係啊，我覺得好正。除了个人表演，三位都有合唱环节。大强就形容同佳佳合作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。其实我呢是梦寐以求的了，这个同佳佳合唱一只英文歌叫Endless Love。这只我真的特别练的。还有呢我也都很喜欢同刘可，因为我上次看他比赛时唱的难为正邪定分隔呢，我一再有没有机会去禁奸。我呢個中啲嘅，可唔可以有冇可以機會合唱咧？咁出節俾阿糖哥截咗數先，但今晚有機會咧，我都好開心。啲哥哥嚟緊都會同契女同台演出喎。係咯。係啊，下個月初啊。咁其實本來咧，我想揾阿偉雄嘅，我仔嘅咁樣嚇，即係呢個我哋今次呢個演唱會係講個親字噶嘛。咁但係因為佢要拍劇，咁樣抽唔到時間，咁就臨時啊揾到一個好有唱歌天分嘅新人，咁我希望能夠擦出啲火花。會唱啲咩歌啊？到時我同佢會唱合唱歌，都係港語歌，一個突破嚟。好期待啊！眨下眼，中年好声音已经来到第三季，佳佳更有位外国朋友是参加者之一。作为中一师姐的佳佳，又有没有过啲 tips 俾朋友呢？其实一开始佢一首歌是唱广东歌嚟嘅，所以当时虽然我自己都不是香港人，但我都有帮佢执下啲广东歌，因为可能是我学广东话个感觉，同佢可能会更加容易接受我同佢讲嗰种。怪自己唱得咁好啦，有咁讲。係啊，咁樣好，佢好勤力嘅，咁佢本身就唱得非常之好嘅。有冇留意佢表現啊？覺得點啊？有啊，非常好啊，因為其實我之前就識到佢，咁佢我知道佢唱得好好，所以佢如果唔參加就嘥咗啦，所以好開心。我喺澳門識佢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好開心，佢真係有你參加我哋嘅中年好聲音，所以希望係㗎，希望佢可以一路向前。